地心文明阿达玛信息，关于通往新地球的奇妙飞行，来自光之时代，翻译 Google。 我们向你们致意，地球上亲爱的孩子们，你知道的，在我们向我们频道传送的无数信息中，我们经常重复它，你们是非常强大的神力生命，但你们对它的认识不够。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和你谈论你的神性力量？因为，很简单，是时候了，是时候把它从你的存在深处提出来，并在你周围传播。为什么？因为，只是你有能力通过爱和纯净之光的思想，将当前非常沉重的情况，转变为和平与轻松的情况。为此，重要的是要在思想中行动，但要考虑对和平、爱、喜悦、幸福、温柔等的渴望。你内在拥有这种能力，因为一直存在于你内在的纯净之光，甚至在你化身这个星球之前，允许你将黑暗转化为光芒四射的光。你当然可以，如果你愿意，因为你仍然有你的自由意志，将你星球上正在发生的事情转变为一个更宜居的温和环境。是时候了，是时候专注于你的神圣存在，你的灵魂，它只要求呼出你，一到达地球就注入你的奇妙能量，以使你的星球成为一个光彩照人的星球，和平与喜悦。你会说，是的，这一切都很好，但是如何阻止目前地球上正在发生的事情，而这对一些人类来说是非常难以忍受的。要知道，地球的孩子们，你们是这个星球上的数十亿居民，而那些操纵你们的人只是少数。你可以通过你对和平与爱的渴望来消灭他们，让从你存在的深处，从你的内心涌现出无限量的爱与和平的想法。观想你是纯粹的光，在这个美丽的星球上移动，并为它提供你所有的光辉。想象一下，如果所有人类，至少是你们中的很大一部分，都做同样的事情，它将产生多么美妙而强大的影响。那时，将有一股奇妙的神圣光辉倾泻而出，将笼罩整个地球和全人类。在那一刻，地球，你美丽的星球将在银河系中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震动和辐射。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你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开始意识到关于你们在地球上的生活的许多事情。你们中的许多人最终同意去深入你的内心，以便在那里找到和平。你所捕捉和认可的内在和平将在地球上蔓延，阴影将消失。你们是地球上未来的创造者，一切都取决于你。你越会在你存在的深处相遇，你就会越多的在你周围震动和辐射纯净的光和纯净的爱。在这个时候，重要的是更多的人通过思想分享爱的能量。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你才会越来越快地遇到你所示的存在之美，神圣存在。你越是意识到你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给你的生活带来的转变，你星球上的生命就会越多变得甜蜜和宁静，新地球就会越早呈现给你。新地球的到来是和平、喜悦、幸福的更新。地球正在为这一切做好准备，你与它并不分离，它和你是一体的，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你在爱与光中所做和思考的一切都会加入光的能量和地球的爱，在那里，这将是通往新地球的奇妙飞行。地球和你们所有人都紧密相连。如果一个人拒绝，另一个人也会拒绝。如果一个辐射，另一个也辐射。
地球不断地为你提供它的光和它的和平与爱的能量。你并没有完全在你的内在接受它们，因为对于你们中的许多人来说，你还没有完全理解你是神圣的力量和神圣的力量。这种力量和这种力量能够消灭目前生活在地球上的有害影响。你们中的一些人会说，但是我怎么能考虑改变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呢？我们会告诉你，思想的力量是奇妙的，也是最强大的。它超出了你的政府或其他领导人在世上的微弱力量。思想的力量，当它发自内心的真诚时，会对你周围的一切产生神奇的效果。例如，如果您在大自然中冥想，请闭上眼睛，聆听周围发生的事情，鸟鸣，流淌在您附近的溪水等。然后，将您心中的爱奉献给美丽的大自然。树、花、鸟都会接受这些思想，并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将它们传递到他们周围。因此，你的爱的想法将在地球上传播，你与所有人类的联系越多，影响就越强大，你将帮助自己和地球生活在和平与幸福中。重要的是要明白，你越是从你的心中震动和散发出光和神圣的爱，你就越会生活在和平中，从一些人希望你生活在恐惧中的东西中解脱出来。到时候，这些众生会害怕，他们已经害怕了。通过将他们置于光爱能量面前，你将使他们因和平与喜悦的重要存在而消失。你是神圣的力量，和平、宁静、喜悦的伟大神圣力量。你有这种力量在你身上，经常被忽视，因为几千年来一直有人对你说，你没有这种力量。现在，从你的心中带出这种温柔的力量，你会意识到在尊重地球上所有生物的同时，你可以采取多少行动。尊重也需要在人性中安定下来，但一切都在学习。你内心越是平静，你就会越尊重周围的人。我们以大爱陪伴你。泰洛斯城阿达玛，谢谢收听，感恩祝福。